好兄弟啊。是啊，你打吗？要该打的时候要打。Here。宪哥有跟亲家碰面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都还对对对。确定吗？哦，哎，有碰面，有有。那宪哥对亲家的印象？守口如瓶。当天的气氛？气氛相当火爆，因为吃川菜。没啦，开心的啦，就大家聊天嘛。我才是梦幻亲家呢，对不对？谁不想当我亲家，对不对？然后跟我聊天很开心快乐啊，真诚啊，对啊，然后没有虚假，对，假一赔十。现在你需要给一些什么承诺吗？承诺啊，不需要承诺，嗯，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，对对对，让他们去发展啦，好不好？你怎么比我还关心他们啦？别啦，别，现在最重要就是大家回去安内头啊，让他们开心，让他们自由，这样就 OK 了。现在就有领三倍券，没有，因为要领，因为太烦了，因为他搞得太麻烦了。对啊，现在就是我们媒体记者朋友就要督促，三倍券如果没有领的，他最后会在哪里？这个很重要。总共印了多少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印了一兆多啊？啊，是吗？都不知道你们干什么？这你们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。我的工作是娱乐大众啊，你们工作是要督促一下，不要领了，对，我们平常消费都比那个多了嘛，对呀、啊。可是你觉得这个政策是有待改进？嗯，不用挖洞让我跳，好不好？我不会批评的，有一些问题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方法大家也可以想更简单一点。让他跟一般人开心，而且那个欧力上欧巴上，那最需要这笔钱呢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听好像之前手机号码突然被公开。对对对。那后对啊，后来有处理吗？对啊，报警。有啊，就处理他们，意思就是说可以封锁他们的这个或干嘛这些，那也都做了。因为我的个性积极嘛，对啊。我也会轮到我们凌晨三更半夜嘛，啊，我就轮到我们三点、四点左右，轮到我们打过去。宪哥本人回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会找兄弟。对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本来就是啊。有打吗？要该打的时候要打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、啊？因为他们我几个朋友，因为他们没有工作，他们。不是，他们没有工作，他们就专门做这些事情，很好啊。啊，你闹我，我也闹你，是合情合理而已啊。闹到你电话不能用。对啊。不换不换，一辈子不会换。想闹继续来闹。啊，你闹太过分，我一定找你，就这样。